我第一次去巴黎嘅時候就有去到嗰個羅浮宮嘅，我就信得過你咯。嗯，關師傅嘅徒弟入室弟子，我點解唔信你啊？佢有業餘有啲專業都有嘅，即係可能佢演藝學院畢業啊，都會一齊去參加，因為都係當一個磨練啦。佢一本百科全書的緣故，開始喜歡上了天文。咁點解女姐翻嚟咧，次次都係揾我嘅，好似為難我咁，好驚啊！大城小聚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6:20。